来，我们讲第862个考点。努力学习对我产生很大不同。那么这句话当中最经典的就是对某人产生不同，怎么说？这个词组非常经典，也非常重要，应该都是你不会的，叫做 make a difference to， 对某人产生不同。 make a difference to somebody 或 something 都可以。这个 a 是冠词，所以缺的是名词。什么名词？ difference make a difference to somebody， 对某人产生不同啊，产生不同。说到 difference， 它的考点很多。第一个 be different from， 与什么什么不同，特别重要。这个点啊，同学们注意啊， be different from 非常经典的一个词组，与什么什么不同一定要会。考试必须出题，必须出题。 the same as 与什么什么相同，一个是与什么什么不同， be different from， 一个是与什么什么相同， the same as。 来看本题啊，努力学习对我产生很大不同，这个主语是努力学习，谓语是词主，对什么什么产生不同，宾语是谁呀？我呗，主谓宾，主语努力学习，谓语对什么什么产生不同，宾语我。来吧，主语是动词，能行吗？不行。怎么办？动名词做主语不就完了吗？ Studying hard， 动名词做主语，为什么呢？因为动词不能做主语。 made 产生了，过去时。 made a difference to， 对什么什么产生不同，刚讲完。考点一会做题全对，对谁产生不同呢？宾语就是我，所以是宾格，因为 to 是介词，介词后面接宾格，所以这句话写成 Studying hard made a difference to me， 努力学习对我产生很大不同。完活，掌握词组，考点会了，这题你不可能不会。反过来说，考点不会，你不可能会写这句话，你不可能会这道题，不现实。 make a difference 完事儿。863个点，我和你不同，来，和谁谁谁不同，我这不刚说完吗？ be different from 与什么什么不同， be different from 与什么什么不同，这个词组多么重要，这个词组多么重要，哎，非常经典的词组 be different from， 与什么什么不同。我和你不同，主语是谁？我， be 动词 am， 随着主语而变化。 am different from you， 我跟你不同。 am different from you， 我跟你不同。这个 you 实际上是宾格，只不过主宾格你看不出来而已哈，只不过是主宾格你看不出来而已。这个词组就是 be different from， 与什么什么不同，明白了吧？第864个点，这本书和那本书一样，看看出了一个反义词，与什么什么一样， the same as，与什么什么一样，非常重要。那这本书和那本书一样，怎么说呢？考点会了，这题就会了呗。主语 the book， 这本书，系动词 the same as， 与什么什么一样， that one， 那本。 one 代表着什么？代表书，同类不同物。
老师，什么叫同类不同物啊？那本书也是书，这本书也是书，但它不是一本书。这本书也是书，那本书也是书，但不是一本。The book is the same as that one. 这本书和那本一样。这是第864个点。往下走。865个。它产生了多么大的不同啊？这个它。就说发生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努力学习和你不努力学习能一样吗？不一样。你一天特别没正事儿，学习学的一点也不好，和你努力学习拿高分儿，哎，上一个好学校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它产生了多么大的不同啊？这是一个感叹句，先写主语再写谓语，放句尾。听着啊，感叹句主谓是在句尾的，感叹部分放句首。它产生了多么大的不同啊？主语 it 产生不同 make a difference to somebody， 谓语什么 made 吗？ it made， 主语写完了，看这儿，谓语写完了，看了吗？哎，我主语也写完了，我谓语也写完了。来，同学们看，主谓都写完了，那怎么回事？写感叹部分呗，对吧？主谓都写完了，我们写感叹部分，看，主语、谓语。主谓都写完了，我们写感叹部分呗，是不是同学们？主谓都写完，我们写感叹部分。感叹部分，多么大的不同啊 ！Big， 形容词 ；difference， 名词。看好啊，这个形容词和名词之间没有加词，看不看到？这个形容词和名词之间没有加词。看到了吗 ？Big， 形容词 ；difference， 名词。你这个形容词 big 和名词 difference 之间没有加词 ，big difference， 不同。主语写完了，谓语写完了，剩下是感叹部分。你这个感叹部分中，形容词、名词 big difference 中间没有加词，那么。没有瑕疵，你感叹的就是这个名词。中心词是 difference， 形名中间没有瑕疵。我讲过四句话学会感叹句，给大家背一遍啊。感叹名词我以前讲过了啊，咱们在前面的考点中讲过了。感叹名词用 what， 感叹形副就用 how， 形名瑕疵就用 how， 形名不夹。What 天，所以这里面 big difference 形容词名词没有加词，所以用 what。 二次审题 make a difference 产生不同，本来就有 a， 因为 difference 是一个可数名词，所以我们写成什么 what a big difference it makes， 这件事情产生多么大的不同啊。我再说一遍，先写主语再写谓语，放句尾，感叹部分放句首，形名中间不夹词用 what， 二次审题名词可数加个 a， 明白了吧？我们讲过四句话学会感叹句，866个点，在你我之间有许多不同点。重点，不同点怎么说？不同点是 difference， 不同点是 difference，
什么词性？名词，不同的。Different 的名词 ，difference。可数吗？可数吗？可数吗？那么我们看，在你我之间有许多不同的。里而 B 去世。里而 B 的 B 动词随着主语而变化。许多不同点 ，differences， 可数吗 ？Many 修饰可数名词 ，many 修饰可数名词复数。你我之间，介词 ，between A and B， 介词后面接宾格 ，between you and me， there be 加主语，加地点，这是地点状语吗？这是一个防卫，在你我之间 ，between and， 这就完事儿了吗？在你我之间有很大不同。继续， 867 个点，盲人看不见任何东西。那对呀，什么重点？哪加形容词，表一类人。哪加形容词做主语，表一类人。谓语动词用复数。世界上的盲人有很多呀 ，the blind。老师 ，there 不是修饰名词的吗？看考点 ，there 加形容词表一类人，这是第867个点。然后 ，there 加形容词 ，the blind， 谓语 ，can't see。情态动词词性很弱，联合动词原形做谓语，否定句。Something 改成 anything， 盲人什么也看不见 ，can't see anything。继续，聋人听不见任何东西。聋人 ，there 加形容词表一类人，上文一样，谓语动词用复数 ，the deaf， 聋人 ，can't hear anything， 啥也听不着，明白？这不就是吗？你考点会了，英语不冲刺满分，那不就怨你了吗？你考点会了，英语为啥不拿满分呢？英语是唯一一个可以提前学，并且分数拉分最厉害的。因为有的孩子学得很棒，有的孩子啥也不会。它是唯一一科可以提前学，而且分差拉得特别大的学科。869，盲人是不快乐的，为啥呀？看不清啊，看不清世界上的东西，谁能开心呢？盲人不开心。The blind， 盲人。老师刚讲完，的加形容词做主语，谓语动词是复数。刚讲完吗？谓语是复数。The blind， 盲人 ，aren't happy， 不开心，不快乐，也可以写成 are unhappy， 不开心，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那加形容词，表一类人。870个点，我想象在天空中飞，想象做某事。在天空中，考点二。本题的第一个考点，必须掌握的 ，imagine 想象，接非谓语用 doing。imagine doing something， 想象做某事，就得接 doing 啊。考点吗？不随时间地点，一辈子不变。in the sky， 在空中。in the sky。in。为啥加的？独一无二吗 ？In the sky， 我想象在天空中飞。主语，谓语，为什么 flying 啊 ？Imagine doing， 在哪飞？地点状语，在天空中飞，完事儿。I imagine flying in the sky。考点，注意 imagine。继续，871个点，
我学英语有困难，不容易啊。学语言不容易，have trouble, have difficulty, have problems，都可以啊。做某事有困难，problem 要加 s，为什么？可数啊。那 trouble 为啥不加 s？不可数。difficulty 困难可数吗？可数啊。生活总有很多困难，但在这个句型中不可数。你加上试试，扣不蒙你，绝对不好使。你加上之后绝对不好使，为什么？不可数吗？老师不说了吗？老师因为它不可数啊，对呀，不可数你就不能加 s 啊，因为不可数你就不能加 s，很简单。problems 可以吗？可以啊，可数啊。接动词用什么？doing。Learning English。我学英语有困难。I have trouble. I have difficulty. I have problems. Learning English。学英语有困难。还可以写成什么？I have a hard time. I have a difficult time. 都可以。With doing 都行。With English。记住啊，have trouble。Have difficulty, have problems, have a hard time, have a difficult time。他们是同一句，五大同一句吗？五大同一句吗？都是做某件事情有困难，你就记住，接动词用 doing，接介词用 with，接啥都行。老师，我想接动词 learning。可以啊，我想些介词，都可以啊，都可以。872个点，我害怕在晚上出去，害怕做某事，啊，害怕做某事，很重要。Be afraid，afraid 形容词，放在 be 动词之后，of something，be afraid of something，害怕某件事情，某个人也行。怕老师都可以，接人和物用 of，接人行吗？可以啊，可以啊。接动词呢？To do something。我害怕在晚上出去。老师，我用个介词 of 行不行？可以，接 doing，因为介词接 doing。你也可以用 to do，都可以。两个同一句，你可以混合使用。用谁就行了。I am afraid. be 加形容词。I'm afraid of going out at night. 我害怕在晚上出去。Be afraid of doing something. Go out. 出去。不在家。时间状语。At night. 在夜晚。记住。你还可以写成 I'm afraid to go out at night. 我害怕在晚上出去。可以。随便，to do 等于 of doing。873个点，别关门，close，关闭，动词。别关门，don't close the door，don't，祈使句，缩写啊，加动词原形，close，关闭的，宾语，门，加修饰词。不加修饰词，你不违背了非单即复的法则吗？874个点，门是关着的，关闭的，关着的，closed，形容词。它既是关的过去式，同时又是一个形容词，关闭的。门是关着的，表示一种状态，明显这是一个主 see。表结构明显是一个主系表结构，The door is closed，门是关着的，主系表。875个点，我家离学校很近，考点很近。Be close to，close 不是 close，close 是关闭，这几个词是 closed，
相关辨析。动词 close。close 的关闭的形容词。close, 近的形容词。be close to, 离哪很近。to 是介词。这个词组必须会啊。离哪很近，不远的意思。my home, 我的家。主语。be close to 词组，离哪很近。离哪近 ?the school, 这所学校很近。我的家离学校很近。这几个 close 的不同用法，读音不同，写法不同，成分不同，句意不同，必须得会，明白了吧？很重要。